传说、神话、预言跟预言，真实的用一个考古遗迹实践出来，帮人类奇幻的想象做出证据，不仅看到，还真的实际摸得到、感受到真实的存在这件事情，是我觉得创作最有趣的地方。我是涂维正，我心中总有个巨人跟巨兽不断的争斗，思考着艺术无限的可能性。